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艺苑谐音全国优秀青年指挥人才展演音乐会，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场演出。艺苑谐音聚焦青年人才，星光璀璨，携手共向未来。今天的音乐会是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的重要思想战略，积极营造出人才、出精品的有利环境，是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所以呢，在我们主办方的大力推动下，在我们全国音乐界的各位艺术家们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各团体会员以及全国各地的音乐院校和中央直属院团等等60余家单位共同遴选和选拔了47位参选人来到了我们的活动当中。我想这也是我国近几年来举办的最高规格的有关指挥人才的推选活动之一。那么经过专家们的层层审核，进入我们本次活动的共有10位青年指挥家，他们的年龄从70后到00后。好，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在舞台上的演出团队，他们是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我们掌声欢迎。现在呢，就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首先有请青年指挥家袁丁，有请。
Thank you.
朋友们，新人新声，声声入耳，八方乐奏，管弦和鸣，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胜利召开之际，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为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奏响新时代的华章。意愿谐音全国优秀青年指挥人才展演音乐会第二场演出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光临，朋友们，再见。